外表看起来坚强的李国华，在两年前太太往生时是痛不欲生。我只有买多几张报纸，看报纸或者是看电视来度日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哭。就是妈妈一路陪伴，一路陪伴。后来职场有邀他出来做工程港办，让他心灵有个地方可以疏解他的压力啦。坐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以前的事。你有东西做，你就不会回想。所以现在我只要就是向前看。当开始付出，心门也被打开了，尤其是访视工作。我比他们幸运。虽然我年纪已经老了，但是我还是健康，我还可以走，还可以出外，他们反而有点睡在床上不能够动。看见自己的幸福，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。尽管他符合慈济补助的条件，也拒绝了志工的好意。自己能够独立，最好就靠自己。我不能够向着慈济，每一样钱每一分钱都向慈济拿，不对。而且我也希望慈济能够把这笔钱付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。书童就留下来了。交给翻转手心，也翻转了心念，生命的欢喜就在眼前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